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弗洛伊德你熟吗？应该至少听过吧。英文会说吗？我们就来说一说弗洛伊德里面的一些概念哈。那弗洛伊德的英文是 Freud， 如果让你猜，你可能会念成 Freud， 不是，他要念成 Freud， 就好像有一个那个倒 C 的音在里面 ，Freud。所以中文的翻译其实并没有差到远到哪里去，弗洛伊德 Freud。那我们先讲一个词，这个词叫做 Freudian slip， 所以它是长这个样子 ，Freudian slip。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slip 是滑了一下的概念，像你在路上踩到香蕉皮滑倒 ，you slipped on a banana peel， 所以 slip。所以这个 slip 有滑呢，就是嘴巴一滑，嘴巴怎么滑、啊？这就是你不小心把心里面不该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这样子，这个就叫做 Freudian slip， 很常在生活中用得到。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东西，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题目说的是 Why is Freud considered 拼错了 to be the father of modern psychology， but at the same time every psychologist hates Freudian analysis？ 所以为什么弗洛伊德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之父？Psychology 心理学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同一时间，每一个心理学家都讨厌他的分析呢，就弗洛伊德的那种、什么分析我也搞不清楚。事实上，对这个题目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的，所以我才觉得很有趣。读完之后，我想说分享一下，对你来说算是一种科普吧。我想，当然我不是专家，我其实没什么资格讲科普，但我想我的重点真的就只是把这一个英文的讨论来分享给你看，因为这边这一个。Reddit 的版面是 Explain like I'm five。那我前面也做过很多集，从这个版面出来的，就是请你向我解释一件事情，而且解释的方式你要以为我是五岁的小孩，所以请你用五岁小孩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给我听。所以这个版面里面的东西，就可能都会有强者来解释。那如果大家都赞成这个人的说法的时候，那这个公信力也蛮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个东西翻译给你听的时候，我也就是把一个公信力很够的东西翻译给你听。那当然这我不能强调说这个是我懂的东西，这事实上我是不懂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其实也学到了点什么。所以这边这个人就说了 He was the founder of psychoanalysis， 所以这个是叫 psychoanalysis， 你就把它翻译成心理分析吧。 Which in itself is very controversial， 所以他是 a founder 就是发起人、就创建者，所以他就是心理分析的创建者。而这个东西本身 which in itself 他自己本身 is very controversial， 就非常有争议性。But included having people talk about their problems， 但它的重点就包括着、叫人们来探讨他们的问题，聊聊他们的问题。You'll notice the talk about it thing from pretty much every modern therapist， etc. 所以你就会注意到这个聊聊这件事情，就从每一个几乎是每一个现代的这种诊疗治疗都有聊聊你的问题这个概念。So you'll notice the talk about it thing from pretty much every modern therapist。 所以这个 therapy 这个词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的，治疗诊疗 therapy。 所以你是一个治疗师 therapist， OK therapist、who may have you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things so they can understand you better and hopefully help you。 所以那他们呢就可能让你坐下来， they'll have you sit down。那这个实义动法我特别指出来，我不特别讲，可总之实义动法 have 受词可以加原形动词，文法就这样，我不多说。 So who may have you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things so they can understand you better， 所以聊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可以了解你更多一点。 And hopefully help you， 然后也不错的就是可以帮帮你。 Freud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at sort of treatment off the ground， 所以这里一个动词片语就是 get something off the ground， get 什么东西Off the ground， 什么意思呢？就让这个东西从地面上起来了，所以也就是让它给，该怎么说呢 ？Get something off the ground， 让东西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吧。哦，让东西终于开始了。那你知道，像飞机离开地面，不就是准备就是起飞成功，开始要翱翔天空了嘛？所以 if you get something off the ground， 就有类似的概念。OK， 好，所以回来这边，所以 Freud 是 instrumental。那 instrument 一般来说是仪器，甚至乐器叫做 musical instrument。可是我们如果说 something
is instrumental in something else 这样子的句子的话，我们就会说 X 啊，之于 Y 是很重要的，它像是一个仪器，你用了它，它就达成了 Y 的概念，可以理解哈、哦。所以弗洛伊德呢，他是在后面这件事情上，他扮演了一个 instrumental 的角色。So Freud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at sort of treatment off the ground. 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治疗方法来让他 get off the ground， 就是等于算是让他成功了这样子。And for this, he is recognized. 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就被大家所认知了、认可了。But he also had a lot of strange theories, some hardly contested or proven false.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奇怪的一些理论，有一些呢 hardly contested. 所以 contest 这个字，我当然也可以念成 contest. Contest 是名词 ，contest 是动词。那名词的意思就是挑战或者是就比赛的意思。所以一件事情被挑战，你就可以用 contest 这个词来当动词。那这里用的是被动的，也是很正确的，所以他有很多理论被大家给挑战了。So 他有一些 strange theories， 有一些 hardly contested or proven false， 或者就是被证明是错的 ，such as an obsession with the Oedipus complex。所以这边这个叫做什么恋母情结？所以奥迪帕斯症候群啊，情结啊，就是 Oedipus complex。所以这里的 complex 这个词就是这个情结，不是这一个结，是这个结，就心里的那种自卑感、优越感的那种情结，就是打一个结的结，不是剧情的情结。OK， complex， 当然 complex 本身也有复杂的意思，所以 Oedipus complex 就是恋母情结。对，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 hardly contested， 或者甚至证明是错的。好，所以 it's like we can recognize examples。好，这后面这个先不用看了，算了。那下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也不错，因为下面的人先回应了，所以好 ，OK。所以那有这个讲话了解你的这个概念，那我懂，我接受，因为现在 modern psychology 就是这样弄。那在那之前呢？在那之前，你要是心里有问题，那他们会做什么来处理你？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就是。What did they do before talking? So it doesn't seem like such a radical thing to invent for the layman. So for layman 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无知者的路人来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很难发明的东西吧？所以聊个天又怎样？所以在有聊天治疗这件事之前，也就是发明这个 psychoanalysis 之前，他们是怎么处理所谓的精神病患的呢？好，所以下面的回答，这个人继续说了，也被大家各种点赞。So that's the thing， 所以这就是重点了。所以这个英文就叫做 that's the thing， 就是这就是重点了。OK， 好，说 that's the thing， 讲这是一个很口语的英文哦。That's the thing。Before talking therapy， there was no therapy。在有这种聊天疗法之前是没有疗法的。你要是有神经病，你就是他妈神经病。OK， 我应该讲精神病。But anyway， so before the idea that a psychologist could talk with you， get to know you， find where your issues were coming from， and help you address them。所以在这一切之前 ，OK， 所以 before the idea that a psychologist could talk with you， get to know you， find where your issues were coming from， and help you address those issues， before these things， you were just。That crazy whack job from down the street， 你就只是那个哦，我街上住了一个疯子的那个疯子。Okay， you are just a crazy whack job from down the street。Go back further in history and you were a witch， oh my god， or possessed by a demon。所以那在历史上再更往前走的话，你是个女巫。Okay， 或者你被魔鬼附身的。So you were a witch or you were possessed。By a demon， 所以 possess 这个词一般理解为拥有，可是当你在讲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的时候 ，somebody is possessed 就表示你被神灵拥有了，你就是鬼上身这样子。Excuse me， so therapy was doing nothing unless your mental illness led you to commit a crime or become a nuisance， then you get put in a mental asylum， 所以。Therapy was doing nothing unless
your mental illness led to commit a crime。所以好，这边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反正，就 therapy 就是什么都不做 ，OK， 像刚刚讲的嘛，你就被认为是神经病，你会被人认为是女巫这样子。所以 therapy 就是什么也不干，除非你做了以下的事情。那你做了以下的事情，他会干什么事情呢？他干的事情就把你放在精神病院。OK， so therapy was doing nothing. Was doing nothing unless your mental illness led you to commit a crime. 所以除非你的 mental illness 精神疾病导致你去 commit a crime， 所以这个犯罪就是 commit crime。OK， 犯罪了，或者变成是一个社会上的大家讨厌的一个会嫌麻烦的东西 ，become a nuisance。所以 nuisance 这个词就是有 OK。令人讨厌厌烦的事物变成一个社会上的 nuisance， then you get put in a mental asylum。 所以 asylum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是避难庇护所之类的，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精神病院 mental asylum。 Again usually with no treatment， 但又再一次你放进去也是没有疗法的， no treatment， 就 just keeping you away from society， 它就只是让你不要跟社会人混在一起而已。So go back further in history and you were cast out from your family or village or burned or stoned to death. 然后要是历史再往前走一点好了。 OK, go back further in history. You were cast out from your family or village. 你就从你的家人或你的村庄里被逐出去。所以这里的 you were cast out 就变成有一个名词，就叫做 outcast。OK， 所以这个 outcast 就是被逐出在外面的，就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前面会放一个词，如果你是一个 social outcast， 就是一个你在社会上被逐出了社会圈的一个人，这样子社交圈的一个人 ，social outcast。So you will be cast out from your family or village， 或者甚至被烧死，或者被用石头打死 ，or burned or stoned to death。所以用石头打死就是 stone 这个动词，听起来蛮有趣的。所以因此，现代的这个 psychologist， so modern psychologists have realized that Freud wasn't so good at the find where issues are coming from step， but he still pioneered the process of even trying it。所以现代的这些心理学家已经了解到，他并不是真的找出你的问题这个部分他很强，因为他不强，因为他有些奇怪。牵强的理论来说，你那边的病是因为你喜欢你妈妈还是什么鬼的这样子 ？OK， 所以所以 psychologist 认为他在这个方向上是很歪的。可是你不能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他开创了这个做法。OK， 所以我们把这段再念一次给你听。So modern psychologists have realized that Freud wasn't so good at the find where your issues are coming from step。所以他在这个步骤上，他并不是 so good。But he still pioneered. So pioneer 就是那个先驱者，但他还是 pioneered 了这个 process of even trying it. 所以他仍然先驱着这一个尝试的过程。OK, even trying it, the process of trying it. 那他尝试了，然后就慢慢普及化了。所以他的确把这个东西 get off the ground. 所以大家尊敬他，可是又堵拦他。所以，我倒觉得我读完了，我都觉得我学到了点什么。这边还真的是蛮有趣，因为我以前常常听过弗洛伊德这个字，我相信你也是。但是对于他这个细节上，可能你不见得有读过相关科系的人这么样的了解，或者你可能科普的书看得不够多，你也不够懂，像我一样。那像用英文来理解这个，不是很有趣吗？所以你就可以跟人家聊天，就说哦 ，OK， so Freud pioneered the process of psychoanalysis。 所以，你至少就知道一点这样的字词，可以跟人家聊天了 ，small talk 也 OK 了 ，right？ 然后刚刚讲到的，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那个叫做 Freudian slip。也希望你多学一下这个词 ，Freudian slip。OK，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概也够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